期奖金挑战赛。好，我们能不能奖金变现金，能够拿到多少奖金呢？先来恭喜哈 ，Make Money。谢谢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名字没取好？很好。是 Make No Money。Make Money 啦。老师，那个可是事不过三，今天第三次。很多。对，事不过三。对，绝对。跟我们纠葛的太深了，对，一集一集在玩游戏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，然后一直在跟他玩游戏。你怎么不知道他们谁？他是卫冕者。我说很少跟那个不认识人玩那么多次游戏，我也不愿意啊，我很累啊。玩的很激动。十次卫冕，有我们 S5 的 Turbo 顶级教材，还有现金50万，好不好？今天马上第一关，我们来看过的是什么关卡，请看。剪刀石头布，要亲自上场吗？今天我不让他们好过，一开始就是我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嘉业，他是阵线的妹妹，哥哥不行，找妹妹出来。哥哥要用到最后的关卡。好，赢了奶哥，你等就是赢得全世界。太好了，奶哥请。剪刀石头布拆完不要动，好不好？是，来了，准备。剪刀石头布，好，好，势均力敌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哇！台中哥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哪个行不行啊你？好，做节目就是要让高潮。君子不赢头一拳。第二局，剪刀石头布。厉害厉害！厉害！一比一，一比一。我们先抢一。来，是老的辣。第三局，剪刀石头布。哪个？你的步数都被人家看穿了，乱讲。再来，你还是会继续输的。有玩好玩的，来再一拳。来，你还是会输的。5000块咖啡，5000嘛。对呀，再凑，凑成10000。啊，对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10000了。10000了。恭喜，第一关10000块钱。这样子，这一万呢直接换现金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掏10000给他们。买了。关什么呢？请看，棒打老虎鸡这种谁？弟弟啊，加油！你看谁？棒打老虎就是你。你们干嘛都不信邪？都是找专场、啊。他来复仇的。他来复仇的。好不好？弟弟，你好像没赢过哦。没有，今天要上。预备，第一局开始。棒打老虎鸡吃虫子。一样，虫吃棒打。二局，预备，开始。棒打老虎，鸡吃草草。草。猴吃棒子。1-1。还有，加油！关键啊！关键啊！预备，第三局开始。棒打老虎，鸡吃草鸡。没有。预备，开始。棒打老虎，鸡吃草鸡。好，吃鸡。奖金20000，第三关请看。财神密码，你上。我要负责守护。还有谁？好，四箭头。你们呢？俊胜。还有谁？雨涵。你怎么什么都在玩啊？好，四位，我们派出的是玉林、四月童。好。这边是雨涵。雨涵。好，这个智胜。好，俊胜，好，俊胜，智胜，哇，我说漏嘴，我们两个是智胜，智胜，好，现在我们要请我们的参赛的，那我就请那个千岁，好不好？帮我们出一个号码，我要来复仇，让他们来，都不能往后看啊，待会。好，
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。好，来了，你们两个猜。还有，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赢的决定顺时钟逆时钟，就这样子好了。顺时逆时钟，逆时钟。你先叫一到九十九，神谕里开始。吉祥数六六。哎，一到六十六。三十三。一到三十三，好快。二十三，二十三到三十三，很快。哇，二九，哇，二十三到二十九，赢了，哇塞，加油！有压力，你输了你就不要没有回来。二三到二十九，二十八，二十三到二十八，二十三到二十八，二十四，二十四，恭喜！啊！你输了你。怎么就会中？对，怎么会中？为什么不会中？第一个，第一个，恭喜直落三，不想的。来，请就位，回到原来位置啊！哦，可惜了。准备第四关，什么关卡？来，请看。黑白翠，我了，谁？我了。啊，明晶啊。好，预备，第一局的黑白翠，预备，开始。黑白翠，何振凯，黑白翠，黑白翠，何振凯，走。第二局，预备，黑白翠，男生男配，黑白翠，这样，你又这样子，对，好不好？对了，他常常会这样子，你要很清楚，好不好？左，这是左，右，这样子呀？到底是上还是左？好不好？来，准备第二局，黑白翠，男生配，黑白翠，男生配。好，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我们要赢一局不容易啊！好，拜托，一比一，就靠你了。第三局决战，黑白翠，男生配，黑白翠，男生配。好。他以为他是猫头鹰，你知道吗？他想要把头转三百六十度，哎，他如果头上转一圈又回来，那就可怕了。你知道我刚刚跟他讲什么吗？我叫他初步抓你，好，初步，他是不是抓到？然后我跟他讲说，你都会往他的右边甩，他也抓到了。哎呦！这个猜拳不是乱猜，要看他的那个几率。恭喜，好不容易我们守到一万，好，他们已经拿到三万，三万，对不对？来，第五关，请看，财神殿到了，这又是他们的专场，不一定，不一定。来，请就位，好，马上是我们的第五关，财神殿到了，阵线是很稳啊。在这关，他的记录是二十八秒，二七，啊，很厉害，感觉要来到蜡像馆一样，三战两胜，准备了哦。他好专注，来，一分半钟时间，超过就算输了，计时开始。第一关，第一局，姜是老的辣。姜是老的辣，越来越顺手啊。姜是老的辣，还好，你在那里，这已经很远了，走到这里已经很远了。告诉你，但是不难挑战，已经很远了。
哎，宝弟啊，宝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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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急，一分半钟，不要急着完成一分半，一分半以内，慢慢走到这里就可以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第一局，下半场，一分半计时开始，慢慢的，绝对不要急。超过他就赢了，时间还早，好紧张！哇哇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哦。越到后面越不能松懈哦。这一关，这个卡，小心过了就过赢了，过了就赢了。哇！好了好了，赢了。好，挑战就赢，挑战自我，挑战自我。哎呦哎呦！他们会进步的嘛，他们会自我演化的嘛。来，财神电到你，第二局一分半开始。有，邓宪心里面在不爽，不爽就容易会乱。哇塞，越搞越快。哇塞，哇塞，哎。哎呦！哦，哦，会不会卡在同一关？你是中了什么诅咒？你怎么每次都在这里？也不用贴了，就是同样的位置啊。没有没有，不，不是，有远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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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不好？贴在隔壁就好了，在这里。对啊，贴在隔壁啊。那边玩太高。有远一点点，宝弟加油，好不好？不要再跟我玩第三关，我心脏受不了。可以，来，准备第二局下半场，赢了就赢了。财神电到你，一分半计时开始。不要急，时间还早。一分半时间绰绰有余，不要急，拖到最后一秒能赢他就好。对，一分半过了就好。不可以这样子，哎，还不行哦，不行。哎呦，小心，好，来，哇，保定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快了，忍住，忍住，关到这个关卡，这个关卡一定要过，不能松懈。有超过一点，有吧？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袋有。超过有超过有超过，贴在这个隔壁啦。有超过，就在隔壁啦。我跟你讲位置，我们觉得同种。我刚才那个红点会被他吓到。就在这里，就多那么一点点。我们这个同手无欺，不信的话回去那个看重播，看重播。高兴的手机哇！那个 money 拿到几万，请举起来。3万。好，终极奖金，奖金变现金来。终极奖金，奖金变现金。恭喜我们 make money 拿到几万。3万。想不想带回家？想。哎，今天如果再带回去，整整10万。10万飞了。听说他们已经大彻大悟，决定要换将。对。换谁？你 OK 吗？可以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哦，无影手，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我都是故意输的，你没看出来？对，是，紧张。前面都 OK 的，稳的。哎呦，哇塞，他好狠！他玩这么大哎，他玩这么大哎。哇塞！稳稳
稳的。你玩得很大哎。他比那个李正宪敢拼。奶哥一次，奶哥已经在设陷阱了。第七个，第七，左边，对，稳稳的，稳稳的。好，哦，现在已经跌了三块了。陷阱，我要把它再把它放偏一点，其实它重心就偏了。对，聪明旁边聪明屋是吗？奶哥，你需要疗伤。好，刚刚那张不算，再来一遍。重新来，不是，你现在搞这些干嘛？没有，我们不要玩了。没有人要跟你玩，不用玩了。只剩下我愿意跟你玩。那这样子。你们通通回去，我一个人玩。我输得好难看哦，很快，才第四根呢，对不对？好快！谢谢哥，谢谢哥。他前面给他弄乱了。哪个？哪个不说？我无法自信呢。你倒在那一刹那，我一直想，我那时候眼睛很幻觉，幻觉。真的，我们都不相信。我们都不知道。吓到我。其实我这一集跟他上一集都有点像。哦，对。有一点像，但是我又比你快，因为才第四个，你上次还第六还第八个，对，不要害人，对，是陷阱，就是他放的那个陷阱，他放了之后然后你放的第二个陷阱，歪歪的，怎么会？恭喜，拿到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对不过他，3万的奖金。那么多次了，真的好累啊！一次一万，而且他们是第三次卫冕成功，恭喜！好了，再次谢谢，也恭喜我们的 Make Money， 谢谢，谢谢我们后面的，你看你每次来都带给我们不幸，安婷，你看他们就是穿一堆黑的下来的，对吗？啊，谢谢 Zara， 谢谢他们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神奇女孩。谢谢观众的支持，也别忘了每个礼拜到礼拜五晚上9点整，准时上华视的《财神向前冲》。真的是有病，又这么大的伤，怎么会倒？